从不拆，豪宅、富裕、豪华、有本啊、有卡、好丢，大梦多大，当时什么随便，看有带少不会拿钱，多少百万，少多少没有啊，他明白，多大，多少百万，老公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神仙佛住天上面的，仙往天上飘，飘飘点正常，但用扬言不要了，住的是阴曹地府，这香烟飘不到了，它就是种特殊拜法吧？看这种怎么拜呀？他们身边的拿着竹签，就把它看一看，名字叫做地券，他们用的专用竹签，他们称之为符射文书，把它请出来以后，当面拜三拜，许完愿再来焚化掉就可以了。是这边的，给他解释一下，我们这边来看。